日前，广汽丰田公布了八月销量数据，八月销量为79757台，其中锋兰达表现最为亮眼，销量19839台，创出新高，同比增长116%。此前上海车展，锋兰达双擎正式上市，售价14.98至18.48万元。外观来看，锋兰达双擎延续燃油版车型的设计，新车前脸为家族式风格，大嘴式进气格栅具有辨识度。作为混动车型，新车的 logo 更换为蓝底版本，车身侧面侧裙中增加了镀铬装饰，风格进一步向威兰达靠近，整体更加上档次一些。车辆尾部同样是使用了蓝底版本混动车型专属的 logo， 并有混动车型的专属标识，尾灯修长，很有丰田车型特色。内饰方面，新车采用12.3英寸全液晶仪表盘，并搭配了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，中控中央采用了悬浮式的10.25英寸多媒体显示屏，其下方还配备了物理按键与旋钮控制的空调控制面板。新车搭载了第五代 THS 混动系统，采用2.0升发动机 ，WLTC 工况综合油耗4.57升每100千米。